ESPN 评级西部夏季运作，勇士湖人 A 火箭 D 加马刺垫底。 ESPN 数据专家凯文佩尔顿给西部球队的休赛期运作评级，湖人勇士得到最高的 A， 独行侠雷霆获得 D 加，掘金和鹈鹕获 B， 灰熊 C 加，快船 C， 森林狼爵士开拓者获 C， 太阳火箭 D 加，马刺和国王 D。勇士在休赛期一年530万签下德马库斯考辛斯，湖人最重要的运作是四年 1.53 亿得到勒布朗詹姆斯，本可以获得 A 加的评分，但之后签约隆多、史蒂芬森、比斯利只能打 B。 马刺则通过交易送走莱昂纳德和丹尼格林，得到波尔特尔和德罗赞，此外他们还失去了海尔安德森。火箭方面五年9000万8000万保障加1000万奖金，留下卡佩拉，这是最重要的运作，但他们失去了阿里扎和巴莫泰，取而代之的是安东尼和恩尼斯，防守遭遇重大打击。